认识这个字吗？不认认识。识。看看，这笔杆儿是用什么做的？用竹子做的。哎，这就是竹子的"竹"字。这也是象形字吗？是啊。可这个字和这笔杆长得不一样啊。哎，你们见过竹子林吗？你呢？是想见，可没见过。哦，好，你会见到的。你看，那就是竹林。那都是竹林呀。对，你看它长得跟我写的字像不像啊？哈哈哈哈哈！这就是竹林的"竹"字，因为竹子很少单独一棵生长，一长就是一大片，所以用两棵竹来表示很多的意思。竹，知无竹。竹。见过这种植物吗？没见过，没见过。这是麻，人们把它收割之后，捆扎成捆儿，然后浸泡在水里。这道工序叫做沤麻。过一段时间之后，便可以剥麻皮了。这就是麻，它的纤维非常结实。可以用它来织布、纺线、拧麻绳，这就是"麻"字。麻，摸啊麻，麻绳的"麻"。用刀割呀。割韭菜，这韭菜被割之后，过一些天还要长出来，再割再长，好像永久生，所以叫做韭菜。这就是韭菜的"韭"字，韭，9，九，韭菜可以包饺子，还能做包子。还可以炒菜呢。这儿的西瓜真大，看这西瓜多好！原来西瓜就是这么长出来的呀。哎，西瓜、冬瓜还有南瓜，所有的瓜都是结在瓜瓣上。这就是"瓜"字，外面的筐表示瓜瓣，中间是瓜的果实，瓜，哥乌啊瓜，啊，你们看，这两棵小草要变了。这是一个早期的象形字，草字吗？不，草字是一音字，我们以后再学。这只是草字的一半儿。这也学过，是草字头。草跟竹子一样，不能单独一棵生长，所以我们就用两棵来表示。草字头。西瓜的瓜，韭菜的韭，麻绳的麻，
竹子的竹，竹林的竹。老爷爷，老爷爷咋不见了？是啊，刚才还在呢，怎么转眼就不见了？老爷爷，老爷爷，老爷爷，老爷爷！好了好了，别喊了，明天还会见到的。走。